戰友們，我們要學識同共產黨，現在你們明白啦，以法滅共。司法部這個文件大家要轉推一下，以法滅共，以法滅共。美國的司法部是最高的法律執行機構啊，以法滅共啊。我昨天聽說被捉了好幾個欺民賊，他不出聲啦，有幾個已經保釋了出來啦，以法滅共。 Nikki Alan Davis， 你看看我們的路德路波茨，他又沒有說出個重點啦，為什麼這個文件只是說到船上，打電話給川普總統結束就說到打電話給川普總統。 Stephen Wynn 還有阿林波迪還有好幾個大佬，一說到這裡結束，為什麼？跟住落嚟就好似接龙游戏一样，乜叫游戏啊？你知道就响打电话俾川普总统结束，冇话俾你知我点样打嘅。但系我同你讲，佢打咗电话俾总统啦。下一个系边个呀 ？Nikki Alan Davis 完咗就系阿伦波迪，阿伦波迪完咗 ，Stephen Wynn，Stephen Wynn 完咗又系边嗰个神秘嘅大佬？神秘大佬完咗系边个？大選就完啦，大選完咗就可以傾傾啦。